八里龙湾里里长林俊德，当时嘛是龙美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在四五年前，伊还袂做里长的时阵，就伫社区内面举办中者共餐的活动。龙美社区嘛是八里头一个举办中者共餐的地点。灶卡内面志工正在准备餐点，有胖公公的卤肉、烤地油炒鸡肉、炊鱼啊等等。都卤肉，啊个蒸鱼，啊个鸡肉。啊，搁一挂蔬菜是咱的外口那个叫的，哎，差不多都是在这里是不错了，吃的不用钱又很丰富。龙湾里中正共餐已经做真侪年，现任的里长林俊杰伫咧四五年前担任龙美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的时，就已经开始举办，是八里头一个办中正共餐的社区。之前最早是由我们啊这个社区的里监事志工啊一人一道菜过来，对不对哈、哦？大家啊来这边吃个饭啊、哦。后来就是因为啊人越来越多，所以说我们就由啊龙美社区发展协会每个月固定啊礼拜三第二或第三个礼拜三啊固定举办一次。那、啊、其他的时间啊就由我们这些啊老人家，对不对？他们自己小酒来吃饭。现在每一次共餐菜色都很丰富，除了有志工准备的餐点，还有外汇料理，让中者吃得很欢喜。我老伙仔无记伫遐，好啦，也有灌肠，也有肉，也有球，也有菜头，拢有安尼。够好食。好食。吃好啊。你安怎讲吃好？嗯、较老热闹。啊，每个月一次的共餐，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中者伫咧无压力的情形下，欢欢喜喜搭阵来食饭。记者蔡正贤、李美惠，把你采访报道。上年纪的中者常常有用药方面的问题，也是无身体保健方面的知识，所以龙湾里就设立健康服务站，为中者的健康做第一线的把关。家太太手牵手，搭阵走入健康服务站，这是68岁陈大哥上常来的所在之一。除了用来遮问一挂用药的知识，上重要的是感受到大家温暖的关怀。进前时阵吼，我还袂去开刀的时阵吼，我是无唔知影讲这个化疗的迄个经过吼。啊，来遮吼，啊，大家会甲讲化疗落来，按怎食什么物件较有营养，补充迄个白血球啦吼，才有法度化疗啦。大家拢安尼吼，这七姊八妹啊，拢安尼甲我讲，大家拢食好安尼。龙湾里来这个健康服务站，平常时提供民众基本的健康保健服务，除了用药咨询以外，另外阁有量血压、血糖、心管、体重、腰围等等，拢为中者做详细记录把关。因为我们是二月份才开始的嘛，那其实民众都很踊跃，因为都先会比较注意自己的健康啊，像譬如说用药，有时候他们不太清楚，我们可以去跟他，可以来这边做咨询，可以帮他们看一下，嘿，看怎么样服药，或者是关心他们，譬如说有些血压高，他自己不自知，那我们就会提醒他说，看要不要就医啊，看医生还是请马街医院的护理人员来关心这样子。透过健康服务站的关心和提醒，中者更加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对健康保健也有更多了解。记者蔡正贤、李美惠，办理采访报道。